今天为什么会特别还赶来上海这个浦东机场这边呢？送到最后一期，本来粉丝都已经很激动了，然后当他车子走的那一瞬间，我们就彻底崩溃了，然后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情吧，就想跟着他，就那种心情，想让他一路走好，至今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快乐，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 WMP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隔着屏幕认识你，隔着屏幕失去你，然后瞒着所有人还继续爱着你。温暖的李翔先生35岁年华，我们不说再见，因为终会遇见温暖的温。再也不会来大陆，就是他以后就是会回到他的家乡台湾，就是当然我们很高兴他能回到家，但是其实作为我们粉丝更加愿意看到的是他能够活跃在两岸，就是在台湾活动，在大陆也活动，但是现在他是这样子回到台湾的话，以这样一种这种方式回去，其实我们是很伤心。